大家好，我们本小节讲中国古代的生产制造技术。中国古代的生产制造技术非常丰富，见证了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史。陶瓷、冶金、纺织和建筑号称中国四大工艺技术。此外，造船和水利技术等方面也很突出。我们先来看陶瓷技术，陶瓷制作。 是人类通过化学方法改变物体的自然性质，使之成为新物体的一种创造性活动。早在距今约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中国的先民们已开始制作并使用陶器。瓷器是从陶器演变过来的，瓷器与陶器使用原料不同，釉料不同，烧成温度不同，坚硬。 程度不同，透明度不同。瓷器质地致密，不吸水不渗水，制成后轻轻叩之，能发出清脆的金属声音。在没有化工理论的指导和没有测试仪器的条件下，技术要求主要是靠制瓷工人的手艺和经验完成的。中国瓷器的发展大致经历了。 青瓷、白瓷、红瓷、彩瓷的过程。中国是瓷器的发明地和主要产地，素有“瓷器之国”的美称。自汉唐以来，中国瓷器源源不断的销往国外，其制作技术也随之传向世界各地，对世界人民的生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中国的瓷器不仅是实用的日用器皿。 而且是价值很高的艺术品。接下来我们讨论冶金技术。从夏商周到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古代青铜冶炼和铸造技术达到很高水平。这不仅表现为那时已制造出一大批世上少见的精致美观的青铜器，而且表现在战国时期的《考工技。 对铜锡合金的配方所制定的六齐这一工艺上，六齐即六种不同比例的铜锡合金。有了六齐规律，对于不同用途的合金配比就有了比较合理的依据。六齐规律是世界上最早的关于合金成分的研究成果。一九六五年。 在湖北省江陵县楚墓中出土的战国时期越王勾践宝剑，是这一时期冶铜技术的典型代表。冶铁技术始于战国时期，大量的出土文物证实，战国中期铁器已大量使用，其中包括鼎、兵器和工具，工具占其大部分。 中国古代炼钢技术在世界上也处于领先地位。战国时期发明了渗碳钢，西汉后期又发明了炒钢技术，就是把生铁加热融化以后，通过不断加以搅拌，借助于空气中的氧，把生铁中多余的碳氧化掉，使含碳量降低，再经过挤扎操作。 就能得到成分、组织较为均匀的潮铁，将潮铁反复炼打，得到的钢材称为百炼钢，可以用来锻造优质刀剑。千锤百炼、百炼成钢的成语也由此得来，并为人们所熟知。接下来，我们来看纺织技术的发展。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和制造丝绸的国家，曾以“丝绸之国”闻名于世。纺织业是中国古代社会最主要、最持久的经济支柱之一。在纺织工具方面，春秋时代出现了脚踏织机，到了汉代，脚踏提花机和梭子已被普遍使用。提花机。 是织机中结构最复杂，也是最能体现织花生产技术水平的一种机械。三国时期，马钧对它进行了改进，使生产效率大大提高。宋末元初，黄道婆对纺织技术进行了革新，使棉纺织技术在江南一带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在建筑技术方面，中国古代建筑。 历史悠久，具有显著的民族特色和完整体系，是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古代建筑最令人赞叹的是万里长城。万里长城始建于战国时期，秦始皇时期把燕、赵、魏、齐各诸侯国修筑的长城连接起来，并加以扩大，筑成了万里长城。 它是世界闻名的宏伟建筑，被列为世界八大名胜古迹之一。我国的桥梁结构多样，以奇巧固护甲于天下而著称。隋代由工匠李春设计，在河北赵州建造的石桥安济桥，俗称赵州桥，是现存最早的大型石拱桥。 北宋时建于福建泉州的洛阳桥，宋名万安渡石桥，亦名万安桥，一直使用至今，可见技术之高超。除此之外，中国古代建筑还有宫殿、寺院、宝塔、台庙、石窟群、住宅、园林、都城、城市公共建筑、商业建筑等。值得一提的是。 北宋技术官员李诫编写的《营造法式》，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建筑学著作，对历代工匠流传的经验以及当时的建筑技术成就做了全面系统的总结。接下来我们讨论造船和水利技术。我国造船历史悠久，早在上古时代，先民们通过对自然物进行加工，创造出竹筏。 木筏、皮筏、独木舟等水上活动工具。最初的木板船是在独木舟两侧各加一块木板作为船舷。我国的木板船大约出现于三千多年前的殷商早期。最早出现带轮状推进器的船只及车船的明确记载，出现于唐代。 此外，最迟在唐代已经采用了水密隔舱结构，就是用隔舱板把船舱分隔成互不相通的一个个舱区。这是中国造船史上在船舶结构方面的一项重大贡献，提高了船舶的抗沉功能，增加了人员和货物在航行中的安全性。 我国造船技术在宋元时期达到了顶峰，在明清时期又有新的发展。郑和七次下西洋，远航船队远远超过了同时代的欧洲人，也标志着中国当时在造船和航海事业方面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实际上，在造船技术方面，中国长期走在欧洲的前面。 比如我们前面提到的水密隔舱结构，大约在十八世纪末，欧洲才发现这一船舶结构的意义，并加以引进。从此，中国优良的水密隔舱技术逐渐为世界各国的造船界所吸收，至今仍在造船业中普遍使用。在水利技术方面，我们知道，水利。 是农业和交通的命脉。为了促进农业和交通的发展，中国从春秋战国时起，先后兴建了许多著名的水利工程。都江堰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水利工程。公元前二五零年，秦国蜀郡太守李冰领导修建了位于四川成都境内的都江堰，其设计周密，布局合理。 这项水利工程使成都平原成为旱涝保收的天府之国。郑国渠是秦国于公元前二四六年由名为郑国的人设计和领导修建的一个大型灌溉工程。它地处陕西省关中地区，是一个连接泾河和洛河的大型灌溉工程。 郑国渠的修建充分利用了地形地势的条件，使整个水利工程从整体上自然形成了一个全部自流灌溉的系统。京杭大运河是世界上开凿最早、规模最大、里程最长的航运运河。为了南粮北运，公元605年，隋炀帝动用200万民工，用。 六年时间开通了以洛阳为中心，东北通向北京，东南到达杭州的大运河，全长二千七百公里，高度差达四十余米，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随着大运河的开凿和使用，杭州、镇江、扬州,州、淮安、济南等城市。 也得到了迅速发展。大运河的开凿，不单需进行闸坝等工程的设计，还要求掌握沿途地形、土质、水源、流量等情况，是一项复杂的水利工程。所以，大运河工程的实践是水利工程技术发展的一个标志。堤防工程的修建涉及到测量。 选线、规划、施工等工程技术方面，也涉及到对地质、水文、水流等知识的掌握。黄河千里大堤是中国古代巨大的水利工程，该大堤于秦始皇时代统一治理，宋明以来出现了大批治黄专家。明朝潘季训提出的。 筑堤束水，以水治沙的理论，使大堤工程不断完善，至今还有一定的使用价值。本小节的内容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嗯